喂，顾南舟，你妈妈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说她到你家门口了，还有不认识的人出来，说现在这房子是他们住的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就装作信号不好的样子，赶紧挂了电话来通知你。还有，你没和你妈妈说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？那说好了，最后一次。马上过来。这是上辈子欠他的。我来吧。哪间？这间。那把这些随便放在外面，稍微摆摆，乱点就行。青青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阿姨又来打扰你们了。怎么会呢，阿姨？哎，对了，青青啊，怎么就突然想到要搬家了呢？我看这地方也不是很大，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呀。这离星云比较近，我上班比较方便，而且青青也比较喜欢这儿的环境，商场比较多，我们出去约会不用走太远。是挺方便，这是江总的房子吗？这是江总的房子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江总租给我们的房子。江总的眼光真好。青青是说，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。哎呀，我这折腾了一下午，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呢。青青啊，你跟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有什么餐厅吗？餐厅有，妈，你想吃什么？要不咱们先去逛一逛再说。那走吧。怎么吃了一点东西就觉得困了呢？要不今晚我就在你们这儿歇下吧，回去也太晚了，你们不介意吧？不介意吧？那走吧，早点回家。干嘛呢？还不想回家吗？轻轻的帮我整理领带，马上就来，妈。行，我在前面等你们啊。就一次，就一次。